你竟然辜负九大门派的好意，那我只好亲手杀了你。是啊，他可是我们选的盟主，是没有错。他要杀了他，是没有错。阿弥陀佛，那我就杀了他。彭掌门是我的好兄弟，你敢杀他，那我就杀你了。啊！我哈喜师太已经哈很久了，你敢杀他，我就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大家把武器放下来。放下。师父，嗯，你对我恩重如山。但你今天用到这种苦苦相逼、以死相逼的方式，想说什么呢？这个孽徒啊，从小你就接受我的栽培。师父啊，你同样的意思讲了三次了，还我，就怕你没有听进去嘛？你是不是？我有，有。但是我问，想要问你真正的病是不是？你这个孽徒，老猴你都讲得出来，你对得起我们武当？对得起我们的武当祖师爷吗？你不接盟主，武当会蒙羞，对不起祖师爷，那我就会抓狂。我如果抓狂，我就会七级攻击，我如果七级攻击，我就会吐血。师父，那个红血膏再吞回去吧。师父啊，你不要吐血了啦。我问你，这盟主你接是不接？我，哎呀，我。等等，要吐了。让我想一下。哎呀，要接下盟主这个这么重任，是啊，将来对江湖上也有很大的贡献才可以。是啊，如果今天我如果没有做出决定的话，整个江湖都会乱掉。江湖如果乱掉的话，刚刚这个场面，第一个最烦恼的就是导播了，因为人会从哪里走出来，他也不知道。这个嘛，哎呀，想好了没有？哎呀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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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呀呀，接了，接了，接了！太好了！我们恭喜我们2014的武林盟主，就是我们武当派大弟子朱一豪，掌声欢迎！我们请我们的武林盟主发表一下感言。首先我要非常感谢我的师父从小把我拉拔长大。我是一个流浪在街头，是差一点呢就冷死在低温下的一个孤儿。他把我捡回来，教我武功，教我做人。太感人。然后在我人生的道路上面，一个人只有45秒。那个麦克风一直丢下去了，我要谢谢我的师父。不好意思哦，时间快到了，摊子谢谢你，师父。好了，起来。这今天是个可喜可贺的事情。不要再叫我讲了啦，我今天是被迫的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什么话？哎，你知道武林盟主责任重大，不是那么好当的。武林盟主就是要发扬九大门派的精神，人人有功练，有功练，有行侠仗义的精神，没错。师父，我跟在你身边多年，该做的事情，该知道的基本原则，我都是清楚的。但是呢，你要跟我讲清楚，我现在身为这个武林盟主，在2014年有没有什么新的命令，我必须去彻底执行？当然有，2014年新的规定就是杀狼女，有个狼女。这个邪教，哼，看他平常漂漂亮亮的，他其实是无恶不作，没错，烧杀掳掠，是的，虐待小动物，变态，不除到，一定要把他除掉，不除掉他必成武林的祸害呀！阿弥陀佛，祸害，哎，大家不要鼓噪好不好？师父，那只是江湖上的传言呐、啊，还是江岩上的传呼，都一样。江湖上的传言，不要以讹传讹啊！不行，武林盟主一定要做这件事情。我说一行啊，你武功这么高强，你不杀，谁杀得了狼女呢？对，不是不是不是。但是我虽然是呢，现在已经是盟主了，但是我跟他无冤无仇，我怎么下得了手呢？
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一次两次就上手了，不是，对啊，哎呀，很多东西你要硬拿出来，是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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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
说了出口，你大逆不道，你是我们武林整个的希望，如果你完成不了这个任务，那我就会对不起我们武当的祖师爷，武当就会蒙羞，如果对不起武当的祖师爷，我就会抓狂，我一抓狂就七级攻击，我七级攻击我就会师父，哎，要出来，哎，有没有，让你们师父吐一下嘛，好不好，师父憋在心里不舒服，别吐了，我就答应你，你对我恩重如山，我今天讲清楚，我就为你杀狼女。我一喊，大妖米啊，大妖孽怎么在我们武当？我一喊，你刚刚还口口声声说你爱我，结果你现在这边做一个什么肮脏恶心的交易，居然答应他要杀了我。我没有，我也是被逼迫的，你要冷静一下下。刚刚啊，因为我也是在不得已的状况之下，我接了这个武林盟主，但是武林盟主2014年就是要灭掉你这个狼女，但是我刚刚会喊出那句话，因为师父对我太好了，如果输了他不舒服，那对我也是不好的，我想说那是场面话，我只说给他去想的，去不是去想的，说给他去爽的。你俩怀疑我的不待机啊？那你不要把他当真嘛，我是真的爱你的。所以你刚刚是假装的。对啊对啊。所以你真的爱我？我真的爱你，那边有岩石可以帮你过。才没有。啊？我不相信。真的。除非你把刚刚吞下去的那个剑再吞一次，然后连海参一起吃掉。好。你叫我吞剑跟吃海参，那我就一鼓作气一起吃掉，我把海参插在剑上一起放进去，好好了，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，暴怒的师父究竟会如何处置呢？